愿，天使加贝尔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勒亚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与大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洛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她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她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子将称为天主的儿子。请看，你的亲戚伊莎伯尔，她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她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上主的圣言。请坐下。主理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上，我们大家怀着万分喜悦、高兴的心情、兴奋的心情，聚集在这里，一起来庆祝圣母升天节，同时也庆祝我们花莲教区成立50周年的金庆。在这样美好的日子，在这样欢乐的时刻，我一早就看到有这么多的主内弟兄姐妹们，从一清早就从台东花莲各个堂区扶老西幼精神抖擞的踊跃的前来这里参加我们这个盛典。我也看到在现场我们有参加台青的将近800多位的青年同学们，他们在经过4-5天的培育生活之后，也前来共襄盛举。这样的场面真的让人十分感动。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台上、我们的台下，有从其他教区来的主教、神父、修女、商会组织的主席、会长，以及许许多多的贵宾，也一同前来献上他们为花莲教区成立的金庆的满满的祝福。我们也真的非常的高兴。那我就代表我们花莲教区
向大家致上由衷的欢迎和感谢。花莲教区自1952年开教以来，而自1963年7月15日成立教区以来，今天迈入了第50年。这50年，就年代来说，其实不算长。跟其他的教区成立的时间也没有差太多。可是我自己这样深深的感觉，这50年的精进，对我们而言，是真的是个很特别的，是值得我们隆重的来庆祝的一个日子。我们知道，花莲、台东两县面积是非常的大，可是人口很少。更因为中央山脉的阻隔，交通十分不便，所以长久以来，我们的经济落后，民众的生活比较清苦。就连种族的文化，我们这边也是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复杂。所以长久以来被称为后山，不但我们的一些人民比较少，不太了解，就连我们的政府长期来也忽略这里的开发。可是仁慈的天主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后山的子民，所以在60年前，他派遣了一些浮船的勇士们来到这里，播下了信仰的种子，然后种子逐渐发芽成长。而50年前，更在教廷的祝福之下成立了教区。从此，我们本地的教会就在这里生根了。我们有了自己的牧者，有了自己的团体，有了自己的堂区，也因此我们的教务逐渐的发展，逐渐的茁壮。在今天50年后的今天，在花东两县56万的县民当中，我们有56000的教友，正好是10%，1/10。这样的比例，其实远远超过在台湾基督徒只有1.3%左右这样的比例。同时，在这50年当中，因着天主的降福，这些传教士们的努力，在教区里面，不管堂区的工作，不管社会工作，不管教育工作，不管医疗工作，我们都没有缺席，甚至有些地方发展的还算是不错。所以，以一个后山的地区有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天主特别的祝福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今天做特别特别的庆祝吗？当然，这样的美好成果，我们说除了天主的恩宠、天主的祝福外，当然更是许许多多浮传的前辈们，包括主教们、神父们、修女们、修士们、传教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平信徒，他们非常努力地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血汗来贡献出来，而造就了这样的成果。随着资讯的发达、媒体的发达，最近有几本书在坊间流传，比方说描述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奉献这一本书，比方说描述白冷会的神父们怎么样子浮传的海岸山脉的瑞士人这本书，还有描述我们这些神父修女们在花东这个偏远的地区
所做的教育工作，宫东的教堂这本书，还有我们修女们，或者是很多的神父们都知道的，我们废主教的很老的一本书叫《回忆录》，今天我们也是重新再版。这些书不但是在坊间流行，也感动了很多的人，更成为我们今天很多很多我们说我们后辈的人在这里的天主子民，我们在从事牧灵扶传工作时候的典范。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感谢天主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缺席的也要对这些扶传的前辈们他们所给我们的美好榜样献上我们最深层的感谢，来为他们祈祷。在这50年的庆典当中，我们一方面感谢天父，一方面感谢扶传前辈们的牺牲奉献。当然，我们也要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来效法他们的精神与榜样。就像我们这个舞台后面所写的，我们要承先启后，永续扶传。可是也值得我们想一想说，当我们说承先启后永续扶传的时候，究竟我们要效法这些扶传前辈们的什么样的精神呢？哪样精神是真正的帮助我们能够做永续扶传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呢？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德性呢？说实在，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有自己的个性，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才能，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天赋。同样，那些扶传前辈们，他们也是一样，有他们每一个人个别的个性，有他们的特质，也有天主赏给他们特别的恩惠、特别的才能。说实在，这些我们说的德性，要想去学习，有时候还真不容易呢。甚至有些东西不是可以学习得来的。那么，究竟我们要效法什么呢？有什么精神是真的在今天我们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学习的呢？其实，在刚才所听的福音里面，圣母领报的福音里面，我想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教导。圣母领报这一段福音，我相信是我们教友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福音。通常我们会这样说，是天主预先拣选了他，所以他能够成为天主圣子的母亲，是因为他答复了天主的召叫。所以我们会告诉教友们说，我们要效法圣母答复天主的召叫。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圣母玛利亚这个答复，可是不简单的一个答复啊。我们这样子看这个圣经，有时候很容易想说好像很简单嘛，天主召叫了我就答复就好了吧。可是你们有没有想想，这样的答复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够让圣母玛利亚成为耶稣的母亲，成为救主的母亲，除了我们说这是上天的安排，这是圣神的庇佑之外，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是什么呢？是圣母在面对天主这样的召叫的时候，她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抉择，然后才去答复这个召叫，然后这一切才完成。我邀请大家想一想，圣母玛利亚是一个在犹太国里面一个非常小的村落的一个平凡的女孩，她并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受过信仰的培育。
可是当天主派遣天使来告诉他说，他要成为救主的母亲，成为天主之母时，你们想，圣母玛利亚了解这样的使命吗？他们想，当然圣母玛利亚她不会了解这样一个那么奥秘的一个神秘使命，那么奥秘的一个召唤。她根本不了解天主的计划跟安排究竟是怎么样。所以刚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她听到这样的召唤的时候，她十分的惊惶不安。施礼这样的事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说，圣母玛利亚其实很怕、害怕的，很不安的，她很疑虑，到底这是什么东西？她不了解的。虽然天使有跟她说明，说这是圣神的工作，可是毕竟这样的奥秘、这样的奥妙的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所以能够理解的。所以我要问大家，如果当时圣母玛利亚她没有接受，她拒绝的话，是不是很正常？如果今天是你，你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会真的很勇敢的接受吗？可能不是这样子，我们都会可能会拒绝，可能会不接受。而如果真的是圣母玛利亚不接受了，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去批评她，更不是一个罪过。可是还好，在天主的保佑之下，在圣神的助佑之下，圣母玛利亚在聆听了天使的说明之后，虽然她不是那么明白，可是她的信仰那么坚定地告诉她说，如果真是天主要我做，虽然我不了解不明白，虽然面对的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我唯一的答复是，我勇敢的做这样的一个抉择来接受。那就是因为圣母玛利亚有了这样的勇敢坚定的抉择，才有她的答复，才有今天我们说的，我们有了救主，我们认识了天主，因着救主我们成为天父的子女。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大家能够聚集在这里，能够当众兄弟姐妹一起在这里同欢同乐，如果不是因为圣母玛利亚这样勇敢地做了抉择，答复了天主的召叫，我们的信仰是空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圣母玛利亚面对将来的困难，面对他不了解的事情，可是他因着信德勇敢地接受天主答复，做了一个最美好的选择，那才是今天我们信仰的关键。所以今天在我们庆祝我们教区50周年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注意到说，这个勇敢的抉择才是真正我们应该效法的。事实上2000年前圣母用这样的抉择造就了我们得救的一个伟大的奥迹。50年前、60年前，其实也是同样的。有一些人，这些夫传前辈们，他们不也是这样子做了勇敢的抉择，才有我们今天的教会，不是吗？50年前来到台湾东部开教的夫传先辈们，特别是那些外国的修会会士们。台仁会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仁爱会的或者十字架会等等等等，这些修会的会士们，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在他们当初要来到我们东部福传的时候，他们真的知道，或许他们有一点点知道我们东部的情况，可是他们了解的一定不是很清楚的。我在想，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说我们东部地区是那么的偏远、那么落后、交通真的不方便，
面，生活这么困苦，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愿意来。可是我们在教区的这些传教士们、会士们，虽然他们知道有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大的困苦，可是他们还是做了最好的抉择。他们愿意跟随天主的召叫，来到我们教区，来到我们这里。本来他们也可以选择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本来他们也可以选择到一个比较生活比较好的地方去做传教工作。可是当他们知道哪里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做了最好的选择，放弃了他们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享受也好，或者方便也好，他们来到了我们这个可以说后山的地区，然后跟我们同甘共苦的一起生活，然后把福音的种子播在这个土地上，甚至有些人把生命到最后也留在这里，埋葬在这里。所以不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美好的选择，然后做了这样的决定，然后在这里传教的福音的种子，我们才有今天的花莲教区吗？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抉择，有了这样的勇气，选择了我们花莲教区，我们才能得到天主这么多的福气。而50年来，也有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教区里面的主教、神父、修女等等、传教员等等，也是追随这些福传先贤的前辈们的精神，继续做他们不断的一个美好的选择，然后一直在这里建设我们的教区，我们教区今天才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做最好的选择，这是我们今天要效法那些效法圣母、效法那些福传前辈最重要的一个德性。我自己记得，在我40多年前，当我还在小修院的时候，我自己身体常常生病，然后呢，可能我比较瘦一点，那个时候了，所以也受到一些人的欺负，然后所以我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真的有想过要离开修院，不想再继续修道。可是当时因为百冷会的神父做我们的神师，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知道叫石作基神父，是一个瑞士的神父，非常非常的和蔼的神父。当他知道我有这样的意识想要离开这个修院的时候，他找我谈话，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师。他听了我的很多很多的诉苦之后，他告诉我这样说，他说我知道要你们小孩子小小的就明了天主的旨意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当然也不能替你做抉择，可是我应该让你知道，如果你选择继续在这里修道，将来天主的恩宠会在你身上非常非常的多。他说我自己用我，他已经是那时候已经将近70岁了，他说我70年的年龄，我的经验，我做神父快50年的经验，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如果将来有来生，我还是一定会去当神父，我还是一定会来到我们中国大陆苦难的同胞这里来传教，我还是会来到台湾。在我小小的年纪里面，虽然真的我还是不太懂这样的经验究竟带给了这位师生有怎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他能够说如果有来生还是要继续做神父，可是我看到神父的脸上这样的坚决，所以那个时候还好天主的保佑，我也做了我的抉择，我继续留在修院，所以今天我在台上。2000年前，我们的教会借着圣母玛利亚，借着宗徒们，借着很多圣子圣女的他们美好的抉择，建立了我们的现在的教会。
五六十年前、五十年前，我们教区的这些福传前辈也靠着他们美好的选择，留在这里做福传的种子发芽成长。实际上，五十年后的今天，同样我们依旧需要有很多的人来把这样的一个精神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天主的子女，当我们在这里庆祝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享受的信仰带来的喜乐，这些福传的前辈们，他们用他们的血汗，用他们的生命所留下来的信仰种子，今天我们享受了这个信仰的福乐，享受了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在一起互助在一起的这样的喜乐，我们难道只是高高兴兴的庆祝一番而已吗？我们不但该感谢这些先贤们、这些前辈们，我们更应该跟他们一样，勇敢地去做抉择，来答复天主对我们所有的召教。台湾的教会、花莲的教会，还继续需要我们更多的人来答复天主的召教，来勇敢地做这个抉择。不只是教友们应该答复，勇敢地答复天主召教我们为我们的堂区来服务，当然年轻人更应该勇敢地去做抉择。如果天主要你们做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方式来做服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勇敢地抉择呢？犹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福传的前辈们用他们的生命给我们见证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勇敢地做抉择，答复天主的召教，就会有美好的成果。所以今天在庆祝五十周年惊奇上面，我也邀请大家每一个人在你自己的环境当中，在你的情况之下，不要怕去答应天主对你的要求，不管是服务堂区也好，不管是服务在慈善机构也好，每一种天主的要求，我们都向这些福传前辈们勇敢地去做抉择，去答复，相信天主的福就会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愿天主今天这样祝福我们，降福我们的教区，降福我们全人类。阿门。